一座千年城市，一次独特聆听。永州用它独特的音轨，让你怦然心动。永州山水，清音悠然，望闻合一。九夷顺煌，巍峨尽有。潇湘何依而鸣，见天地，听众生，享山水刚柔，寻先祖德行。放眼望去，数之不尽的天地人和。永州历史，岁月回响，意蕴深沉。崇德尚礼，创道德之始。柳宗元智勇山水，惜民爱民，文道合一。朱敦颐悟道碧莲，莲溪一脉，济众义理。古村民居，静谧古朴，一韵悠长。永州文化，低吟千年，声声入耳。怀祖编译习书，苍劲风骨，道法自然。何少奇悬腕挥毫，被誉有清200余年艺人。无锡碑林，千凿万锤，丹书绝唱。在那女人梦前环绕，江永女书，文字密码，
震惊中外。韩王大哥，追忆先祖，荡气回肠。奇扬巨曲，表演独特，自成体系。东安武术，行云流水，虎虎生风。代代相传的文化精髓，不灭不息的人间烟火，夜色喧嚣，生机满溢。静听辉煌历史与艺术的交织回营，仰望璀璨文化与德章叠加的深邃星空。这是一片热血染就的红色沃土，这是一片激情奋进的青春热地，这是永州前进的声音，面向全国立体交通。这是永州崛起的声音，现代永州历经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，这是永州拼搏的声音。工业铿锵有力，农业生机勃勃，拥抱山水，展望未来，静心聆听。